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to my... 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to my channel, 又回到我的频道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Chris。 大家好，我是 Katy。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开箱视频。今天我们要开箱什么呢？当然就是这一箱啦。这一箱是我女朋友特地订回来的中国零食来的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开箱咯。哇，有这么多东西哦。OK， 就是这一箱东西啦。其实我不知道他订了什么的，要问他才知道。我们呢就订了这个，这个是他们的辣条，还有这个重庆酸辣面，这个是最近很多人都在试吃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爱喝的饮料，我订了两个口味，一个是他爱喝的巧克力口味，还有一个呢是我还没有喝过的麦香口味。还有这边就是一整大袋的零食。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了，好多零食哦。这个呢就有这个，它是魔芋爽，它有两个口味，大刀莲藕，还有什么手磨豆干，还有什么什么火柴干，香菇干，萝卜皮，什么海带。香菇豆干，然后还有这个金针菇。OK， 真的是太多东西了，我觉得我们先分类好，等下我再跟你们讲有什么。我们已经分类好了，全部在这一边了，等下我们一个一个拿出来吃给你们看，是什么口味，真的是很多。所以我们就先煮这个面先了。这个面是什么面啊？这个面是重庆酸辣粉。这应该是最近比较红的面哦，对不对？蛮多人都是去吃的。所以我们会先煮一盒啦，因为它有很多东西，我们怕吃不完。所以它里面是有一个酱包，这个不懂是什么，这个是绿酥包，它叫做绿酥包。红色经典。红色经典，这个是它的调味粉包。它面是灰色的。看它们，它里面是好像有豆豆还是什么之类的。什么豆来的？我不知道，这边也是拉长的。很香哦。所以它是这样子的。打完过还是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这样子盖着，等6分钟。在我们调好了6分钟的等待。So before 这个好之前，我们会做一个小比赛，看谁先冲好这一个东西。抢一抢，肯定的嘛，要让你朋友的嘛。奸残，他要死。OK， 我也好了。盖上盖的那一刻才是算好，完成，完成。我泡好了喽，我的水。我输了咯，他这样惨，在一半抢了我的那个。我呢，如果是我喝的话呢，我是会加一点冰块进去。我跟大家讲，不要喝这样多冰，像它不好 ，no good。喝冰才好喝，这个味道也是蛮好喝的，它是麦香口味。你要喝吗？可以啊。好喝吗？嗯，我是觉得它的味道不错啦。不过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喝巧克力。对，他很爱喝巧克力，但是我本身不怎么爱喝巧克力。这样我们来介绍我们的零食啦，有这个辣条，它还有卤蛋，有卤蛋哦，五香口味的石磨嫩豆腐，嫩豆腐，手磨豆干，这个是一样的是吗？不一样的，它这个呢是那个香菇豆干，其实它蛮多种类的，所以你要去尝试的话都要
都要花时间去把它尝试完。你看我一脸懵逼就知道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黄酱干，还有两个口味，那个香菇豆干吧，它还有很多个口味。脆萝卜皮，它是萝卜皮，它有两个口味，萝卜皮。我只是知道这一个。金针菇，光是金针菇呢，它就有四个口味，它有麻辣，有超辣，有香辣，有五香口味哦，还有一个藤椒味。这个不是金针菇吗？也是金针菇啊，这个是金针菇来、哦、它对，也是金针菇来的。还有这个迷你香肠，它真的是很小个，它可能就是一口就吃完了。你他最爱的莲藕，它最爱的莲藕片，我喜欢吃莲藕，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我们是尝试。然后还有呢，这个海带，还有这个也是蛮多人去吃的魔芋爽，蛮多人买来吃的。魔芋爽是什么？魔芋爽应该是鱿鱼吧。这个呢是麻辣萝卜跟美味萝卜，还有两个口味，所以零食就大概就这么多了吧。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表情，从刚刚到现在解释，我一样都好像不知道一样。没问题，等下吃了我再跟你们讲好不好吃。已经时间到了，我们的面已经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吃面咯。好了，我们要来尝试这个啦，重庆酸辣粉，它的味道很香哦。哇，很香哦。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就让我来解释这个东西呢。其实我们一般上去那些麻辣火锅店啊，就那个麻辣香味是差不多一样的，但味道一不一样就不知道，先试一下才知道。好吃，酸酸的味道。那我们来尝试它这个豆。它的豆是脆脆的。Yummy。OK。吃完了，这个东西已经吃完了，超好吃的，这个超级推荐。我们已经吃完了啦，开始开箱零食。这个呢，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。哇，很香，一开就直接闻到很香。来尝试。我就比较贪心，我拿两个。很好吃的，这个也是很推荐，很好吃。很嚼劲，你看，所以它才叫大面筋，它是用面筋做的。好吃。介绍下一个零食，哎，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要吃什么。我要吃这个。要吃哪一个？鸡蛋。它有原味跟五香口味。这个是五香口味，这是原味。它味道是蛮香的。五香我闻不到什么味道，可能吃了过后才有味道吧。我先喂我女朋友吃先。是没什么味道，就是鸡蛋的味道。这个呢？它也是一样是鸡蛋的味道。这个五香的话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吃到五香味道，真的。味道好像一样的，这个比较咸，味道是差不多罢了，我觉得。如果要打分的话，四分到五分罢了。是本身是不怎么爱吃蛋黄的，所以这个就交给他。不好吃的通常都是给男朋友吃。这个吧，迷你香肠，它看起来很诱人。有四种口味。它是这样子的，有两个的，也有一个的。他拿的是一个的。这个是香辣味。这两个呢，其实就没有写口味，就是。老实讲，香肠比鸡蛋好吃很多。香辣味那个就其实没有什么辣味，不过味道也是差不多一样的。蓝色 OK。它这个是比较辣的。
有一点点辣。蓝色有一点点的辣，其实这三个都没有什么辣味的，而且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是一样的。他喜欢吃的，我最喜欢吃的莲藕。小片的给他。这个 OK， 这确实是好吃。那莲藕呢就比较脆比较香。其实我喜欢吃莲藕的原因是因为它很脆，